凯哥，这么久了都没看见你，你去忙什么了？外地培训去了。这金融圈的人都这么精打细算吗？这衣服都这么紧。你比他高一点，可能会紧一点。你这袜子能不能换一双？换一双纯素的，黑色的。这已经是我最素的袜子了。你上面有卡通图案。那我现在出去买一双还来得及吧？一会儿再说吧。你走走看，是不是很不舒服？啊。不是，你别这样晃着走，你沉稳一点。基金经理。沉稳一点。你放松一点，你不要太僵硬了。自然一点。啊，你再好好的走一走，放松一点，正常一点。啊，你再练一练，越走越顺了。哎，我好像不是找点感觉了啊？你看，是不是这种的？哪有这么夹着这么大个包？提着，对，就像现在这样，是吧？再放松一点，再放松一点。我好像找到这个感觉了啊，就那种，你得觉得自己很牛，然后呢，你又不能让人看出来你很牛，就这种吧。然后呢，但是你又得让人稍稍微微看出那么一点，就这样，是这意思不？可以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我妈的一些资料，你先尽快熟悉一下。哎呀，我看看，这资料也不详细呀，上面连你妈的出生日期，你妈跟你爸的结婚纪念日，包括她爱吃什么，啊，口味是偏淡一些还是说偏重一些，这都没写啊。你不需要知道这么多，一个女婿就应该知道这些啊。欧凯哥也不知道。那欧凯哥不是个称职的女婿。欧凯哥平时话没有那么多，所以你少说几句话。好。还有他不擅长家务，你在我妈面前不要过于表现，你也可以什么都不会。这有点难呐，啊，因为我眼里就是容不下活，我天生就是干活的命。我跟你对一下台词吧。啊，台词。现在我演我妈。凯哥。这么久了都没看见你，你去忙什么了？外地培训去了。你说话的语速慢一点。啊，慢一点啊。我外地培训去了，可以吗？这个。认真一点好吗？哦，好。你跟欢欢之间没有问题吧？放心吧。我跟欢欢没问题，我很爱何欢，非常爱，超级爱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照顾她，一生一世陪着她，而且我不会让她受到一丝委屈，让她有一点难过。不用说那么多，够了。哦，有点过了是吧？就自然一些就好了。哎，哇，到时间了。等我一下啊，等我一下。你干嘛去啊？我给你妈熬了汤，我先盛一下。等我一下。这衣服挺贵的吧？不值钱。那就好，马上。